啊，警察把这块堵上了，不让进去了啊！你看那边街都不让进了。OK， 大家都找地儿停车，然后好往里面去。11月7号，我们现在在白宫后边，好多人在庆祝今天，选举结果基本尘埃落定。看一下后边那个，刚才有放礼花的，这有好多人在跳舞唱歌。好，我们去白宫，白宫。咱这个街上的门板都已经上去来了，以防有什么暴力。